习近平，你今天上午8:30在省信团举行，教育部长蒋元士在省信团教育长梁孝煌陪同下，首先检阅了精神饱满、体格强壮的侨生队伍，接着309名和青年又以整齐的队形和划一的步伐举行了分列式，向蒋部长致敬。另外还举行了军歌演唱和举拳的表演。蒋部长除了赞许这项训练成果之外，并勉励海外青年要努力学业，以不辜负家长和祖国的期望。